哎，那虾没吧？阿梅，我找你半天了，哇，你今天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。我刚才去你家里面找你，你都不在家，你家里面好多人。铺成大海的你结婚了吗？那你真的来了？那你结婚你怎么一个人去这里？因为我等你啊。你等我？你骗人！你自己在这哭。没有。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我结婚大喜的日子，我开心我才哭的嘛。你一个人来的吗？你一个人来的吗？对，我一个人来的。你是不是不想结婚嘛？要不然你也什么不想？你要是不想结婚的话，你就好好跟我说。你现在的话还来得及。不说这个，你来了，那我们去家里面坐吧。而且我这些钱的都来了，那走吧，那走吧，先去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你。